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聂云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聂云疯家庭。感谢 OECOS 跟我们合作，也谢谢正成集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。今天收到的这个题目呢，是一个爸爸写进来的，他问我说：“孩子找不到兴趣怎么办？我怎么样帮孩子去找到他喜欢的兴趣，他喜欢的东西？”我觉得兴趣的确是很重要啊，也谢谢这位爸爸跟我分享，因为表示这个爸爸他是非常重视孩子的这种快乐啊，跟他的人格的健康的发展的哈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国外读书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其实国外上体育课跟台湾上体育课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。台湾我有印象的体育课，当然我在台湾就学的时间并没有很长，但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上体育课，有一些跑步，玩一些游戏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打躲避球。其实这是我小时候体育课印象比较深刻的，这个是小学期间的。可是到了国外去以后，我发现每一年的体育课都不一样。怎么说呢？每一个学期我们都会学一种新的运动。这个新的运动呢，每一个学期一开始的时候全部都是室内教学，体育课哦，室内教学。前面的几个礼拜我们就是坐在那里教什么呢？比方说第一也许是教打棒球，那打棒球可能前几个礼拜就是教打棒球的规则，教打棒球的方法，教什么什么的。前面的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是这样子，然后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开始才是到操场上，然后就开始学打棒球。所以下一个学期结束了以后，这个学期结束了，到了下个学期又换了，可能是打高尔夫球，那也是一样。第一个礼拜、第二个礼拜在教室里面教你怎么握杆，怎么游戏规则是什么，教，然后完了就到操场上，好，很不专业哦，并没有。我们学校不是什么很大的学校，不是有什么高尔夫球场，不是的，就一人发了一根杆子，哈，很普通的杆子，然后就在大草皮上面，然后就只是练习挥杆啊，打一打，有的是真球，有的是假球、塑胶球，就这样子练。然后再放个暑假，还了回来，可能就变成是打网球啊，一样头两个礼拜啊，教网球的规则，怎么握拍子什么的，然后接下来就到那个球场里面去练球，这样子。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学了很多东西，可是没有一样学的精。在小学的时候，我在美国，我记得印象里面就是每一个学期都要学一个新的运动。但是每一个运动就只做几个月而已，做一点点时间就换了，下个学期又换另外一个，又换另外一个，换另外一个。可是到了国中之后就开始不一样了。到了国中之后，学校里面就开始有校队制了，有网球队，有篮球队，有什么的。那有校队制之后呢，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开始选你喜欢什么，你可能可以去试试看能不能够进校队。突然一下在我脑筋里面，我把这些东西连接在一起了。为什么小的时候要去试那么多东西？因为你试了那么多东西，你才有可能找到你喜欢的东西，你的兴趣才有可能会出现。到了国中的时候，你的兴趣逐渐出现了，你可能会去试一下。那个时候可能试的东西还是比较多，因为国中的校队还是比较轻松一点的。那每一个学期有不同的运动，所以他的校队可能是一季是什么球。下一个学期就是另外一种球，你可以去试那个校队，还不是完完全全的那一项。一直到了高中校队，那个就是来真的了。你要是打篮球的，你就是全年都是打篮球的，校队一年下来的，所以到那个时候就变得更专精一点。所以这个一摊开来看，你就发现了，好，那我们就要趁什么？我们就要趁他还小的时候，趁我们还年轻的时候，大人也是一样哦，要找兴趣要做什么？多去尝试，多去碰。有的爸妈就跟我讲说，哎呀，我们怎么办，我们家小朋友三分钟热度，每次学个什么东西啊，完了那个就乐器也买了，或者是什么东西也买了，然后玩了几天就不玩了。玩了几天不玩了，这个是正常的，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他的兴趣。所以我只能提醒爸妈，也许比较实际一点的做法就是，小朋友要喜欢什么，能够有机会让他去接触，找朋友啦，或者是玩乐器的，先用租的，用借的啦，这样子让他有机会碰到、接触到就好，因为他会换很多东西。我们希望也鼓励他去换很多东西，不要让他觉得他选了一样东西就非得持之以恒，这个
国父讲的，我们一定要有恒心。哎，他才是小孩子，我也不需要这个时候就要做人生那么大的决定，让他多试，让他多试，让他多试。爸妈尽量在这个过程里面理性一点，降低成本，降低成本，降低成本，能够让最便宜或者最轻松、最简单的方式，让孩子有机会多去尝试到不同的东西。尝试多了，他才有机会不小心、不经意的，原来我喜欢这个，或者是哦，原来我做这件事情还蛮厉害的，或比别人厉害，自信心就来了，兴趣也就来了。这样子，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寻找兴趣的方法。好，那也不一定是运动，有可能是其他东西啊，有可能是户外活动啊，有可能是乐器，有可能是 whatever。但是我觉得都是一样的，趁他还小，趁着我们还年轻，大人也要找兴趣啊，能够尝试，能够简单的接触到。最低的成本，最少的工作量，能够接触到的就尽量去接触，这样子才有机会不小心找到你的兴趣。 Alright， 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记得如果说我讲的你们有什么不 agree 的，不同意的地方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你的经验。有其他的问题希望我们在这里讨论的，也可以留言给我。喜欢我们节目的话，打开小铃铛，按一个赞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下个礼拜见。